这个很不幸的消息，是个前行院长郝柏村这个上将哦，郝前院长哈、哦、啊、这个高龄102岁过世了哈、哦。相关的新闻，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了哈、哦。李志德一位资深媒体人，他在脸书发一篇文章，好、哦，他把大概郝先的一个几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印象，他做一个几个条列式的一个说明。说第一个，郝先作为最后黄埔的代表了哈、哦，他的凋零是有象征意义的哈、哦。郝先是广东黄埔军校的代表，可是目前是凤山黄埔军校，是有两个不同世代的革命军人的一个志节跟情操。印象上会以郝柏村前半生是军人，后半生是政治来作为总结，给他外省军人蒋家的家臣这样子的标签太简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可能比这个更复杂。他是外省将领中相对晚节保的比较好的一位，我想不只是因为他的公子就是郝龙斌副主席，郝龙斌前市长还在政治圈，他不能太迎合中共的关系了。另外，郝柏村是对抗李登辉化的国民党的一个最后的堡垒，这是李志德他把郝前院长他的相关做了一个说明了。那另外一个消息很有意思，这个胡佑伟这个老师了，他说蔡英文总统公开的就是说对这个过世的这位日本的志村健表达哀悼之意了。他说那他就是这个蔡总统，你愿不愿意为王文谢上将，包括最近刚过世的这个郝前院长也致上哀悼之意，愿不愿意在棺椁上覆盖国旗呢？他似乎提出一个很像蔡总统，你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一样哦，对不对？你对中华民国的军人是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不一样，所以你对他有差别待遇？你宁可去向日本的这位协心这个志村致哀，却不愿意为王文谢上将，包括郝前院长致哀，是这样子吗？裴文姐，其实我想，蔡英文在第一时间就对那个志村健这个致上哀悼，是，对对对。你知道我有点惊讶，就说很快，但是郝柏村也好，王文谢也好，他没有那么快的反应。虽然他后来有称赞说他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是称赞郝院长还是王上将？郝院长 ，OK。王上将，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如果就我所知，我是觉得郝柏村，当然他一生的功过啊，历史智慧评价，可是我觉得在他的任内，不管他在这个总长8年总长间，其实做。裴文姐，两分钟，不好意思，对我们后面有其他来宾。那两分钟，对，其实做蛮多事的，比如说军方的，比如说那个基建国造，那如果说政治上，比如说包括大家忽略的那个叫做全民健康保险，是他任内提出的，然后这个后来那个连院长接棒去做，还有一个东西向快速公路是他规划的，这横向，还有一个叫做全台湾的叫什么光纤的环岛计划，那个名字很特别，这个都是相当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基础建设。有人讲说，一个军人，你凭什么搞出这样子有前瞻性的建设？他用有机会应该问问他，我现在没机会了。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基会也好，这个陆委会也好，是国统会也好，也是在他任内成的。Okay, 是，所以他做了蛮多事，就是说影响台湾的政治长远。是，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我认为他了，因为他我有访问过他，我是觉得他这一生是无憾，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有怨，有怨，对，我后来讲，就比如说他觉得他好好的正要发挥他的抱负的时候，把他拉下马，所以他那个无愧送我的时候，我看完以后，我就跟他的那个总务处长六局的那个局长那个郭天佑郭大哥说，对对对，我说他还是心里有怨，他说哪里有，我说他其实不该有怨，因为自古以来能够出将入相的人不多，台湾那么多年来只有当年的陈诚嘛， okay. 还有就是他，然后他后来看了以后，他也觉得说是有，他说。裴文姐，假设我用一个未必很公平的角度来问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学者他们觉得说应该给毛泽东这中国大陆一个所谓开国元勋，要给他历史功过的一个定位到底是三分过七分功还是怎么样？假设我用一个这样比较不有点二分法问题，你认为郝前院长的功过你怎么给？我觉得他有功有过，举例讲，他的私心也蛮重的。他是江苏盐城人，我记得1977年我到金门去演讲，1992年、1993年，林毅夫跑到大陆去，你知道当时我认得的那个司令官、副司令官还有政战主任都是很优秀的人，我还认为那个司令官李家勋将来可以接陆军总司令。
结果就不了了之，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林毅夫叛逃，那个人地动山摇，全部不。但是呢，他有一个江苏的同盐城的同小同乡叫周仲南，周仲南对，是那个宪兵司令，是那个林毅夫的顶头上司啊，是师长。但是那个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还被他引介到那个、蒋介石的侍从室当侍从官，然后还宪兵司令、然后还好当了更大的吧，对对，好像国防部的，然后退休的时候还是这个很高的官。所以你认为这个郝咸院长可能用人上面还有小同乡的情谊这些东西，是因为他是小同乡，所以他就避过了这些，这是不公平。 OK， 好，那来徐慧来对这个郝咸院长有相当多的认识，来听听你的意见。刚刚那个李志德他说，是或许他是因为郝龙斌还在政坛，所以他对中共的态度没有，其实是郝市长对于中共这种这么坚持的态度是来自于他爸爸。我举例来说，有一年好像去阅兵，然后好像庆祝抗战什么80年、70年的时候，大陆不是举办大阅兵，邀请了台湾很多退将去，在2015年吧，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嘛。那个时候，那个郝柏村先生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打电话给这些退将说不可以去。他说如果你们去，你们就放弃退休俸。他说这叫什么？共军当年打败国军，我们今天还去看打败我们的人阅兵，这叫什么？他说军人要武德。所以对他来讲说，虽然有人会攻击他说他自称他是中国人，但是他这个中国人他是来自于历史跟文化、种族，他认为他有民族意识，民族上他是中国人，但是他的国家意识也非常强，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我记得2014年在郝市长卸任前，我们去北京去办一个旅展，然后郝市长也有去，在卸任前，然后北京毕竟有不同的政治象征，所以当时的政协主席余振声也有接待他，因为余振声之前是上海书记嘛，所以本来就认识了。好，接待他的时候，在一个闭门会议里面，去之前，郝贝贝就托了市长说：“你帮我带一句话给余振声，就是希望撤除对台湾的飞弹。”他说：“从我军事的角度来看，你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你不需要去做这种威吓，这是你不需要做，可是会让台湾人很反感的事情。因为飞弹都是移动式的，你今天撤，他如果真的要打你，他也是移动，也是可以马上对，所以你不需要摆在那里，然后做一个恐吓的动作。所以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的郝贝贝。其实刚刚佩芬姐说她有怨。”我觉得那个是大概85岁以前啦、我认识他的时候，对，他人生很长，他看经过一世纪。30秒钟，不好意思，是。我认识的郝贝贝大概是他95岁以后，我离开公部门，因为他从来不来参与郝市长的公务。我认识他之后，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任何当年的恩怨，包括他跟李登辉。反而李登辉还在出书什么虎口下的总统，但是你看郝贝贝的晚年90岁以后他出的书还原抗战史实，还有蒋中正的日记，他从来不再提他个人在政治上他有没有觉得有抱怨，有没有委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个长者啦。 OK， 我对这个郝咸院长唯一的比较深刻记忆是有一次我们当阿兵哥，我们的师长叫郭达瞻，他是旅美的将领，他当过政战学校校长，是我们师长。他那时候示范那个匍匐前进给我们看，啪啦倒下去，哇这个恐怖，站起来说这是郝总司令教我们的。对，他会自己亲自我就吓得哇，总司令教我们的师长，师长要我们所有的这个军事官兵大家陪着做，我在想说哇，这真的是个治军严明的一个。他到总当总长还会带头跑3000公尺。来，司机，来，20秒钟结论，拍摄。我觉得我印象对他最深刻的就是郝龙斌，我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说，他爸爸每次回到家就像过年，就像过圣诞节一样，就是有什么要求，爸爸都会答应。就是说，在外面看到郝柏村，哇，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可是他回到家，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回家永远是一个最慈祥的爸爸。对，因为他都不在家，军人要随着驻地嘛。OK， 好，谢谢今天四位精彩演讲，明天再见，拜拜。